心上，这东西放在家里是占位置啊。你那什么东西啊？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重重重。不骂，除非拿东西来换，我跟你们换。可是我不想要吉他换木马，木马要换吉他。啊，台灯换台灯。是啊，我们家台灯有灯泡。如果香皂不好换，那我每一块香皂再附上一个故事。倒是蛮想听的啊。我也想听。这些东西就是他看世界的窗口。他没有出过国，他选择跟别人交换东西，是为了知道更多不属于他的故事。你说的没错，跟别人换东西，听到了很多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可是听多了，也会希望有一天自己有故事可以跟人家换啊。